丝绸传到这个西方，它的基本过程是怎么样呢？它不可能是从中国啊一个步骤一步就传到西方，因为距离太遥远了，它中间一定是分阶段的。丝织业要想传过去，那么要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呢，就要有，这个蚕能够吃的适合于蚕吃的这个桑树。我们知道这个蚕这种昆虫，它不是杂食性的，它只吃这个桑叶。这个桑呢，这种树其实除了在中国内地以外，在亚洲的其他地方都有生长，所以只要在中亚、在西方能够找到桑树，那么就意味着有可能发展丝织业。今天我们到中亚、到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去，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道路的两边都生长着这个桑树，我们今天江南的这个桑树长得像灌木一样，这个《诗经》中间就有，这个到了春天，我们的妇女到田间去采桑，而你到了这个塔吉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那个道路两边农田两边的这个桑树长得很大，很高，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南京，路边的那些长的那些，这个，香樟树一样。我们到了春天、夏天，我们会发现，这个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开着汽车，在用刀子，或者用锯子，把这个桑树上的枝条锯下来，也就是他们喂蚕的时候。不像我们这里是采的是叶子，他们是把连嫩嫩的枝条一起采下来，然后放在蚕上，让蚕在枝条上面自己爬到枝条上吃这个桑叶。一直到今天，这个你到欧洲去，英国都能看到桑树，也就是说桑树是一种适于在欧亚大陆很多地方生长的一种植物，这个基础条件很多地方都具备。因此呢，关键就是能不能取得蚕种，因为蚕这个昆虫还是比较娇贵的，蚕的蛾子也不能飞很远，它也不可能从中国在自然情况下能够飞过沙漠。所以要从中国取得蚕种，《大唐西域记》中间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专门说明这个蚕种是怎么传到西域的。《大唐西域记》中间这样记载，说汉地的就有公主要出嫁，西域的王子来求婚，要求汉地中国把公主嫁给他们。那么在这个之前，这个西域人想了很多办法，要取得中国的蚕种，都没有成功。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公主的出嫁，把汉地公主的出嫁，视为一个绝好的机会。怎么办呢？这个平常西域的使臣要离开，到中国出使的时候，他们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夹带一些蚕的种子、蚕卵。这个在边关，敦煌玉门查的都很严，带不出去。所以呢，他们对公主
派人向公主传话，说我们西域啊什么都有，但是我们没有丝绸。那公主在宫中生活过惯了，穿精美的衣服过惯了，因此西域的王子派人对公主说，就如果公主有机会的话，能够带一些蚕的种子、蚕子到我们西域来，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可能这个朝思得到这个绢能够纺织成纺织品。公主当然没有想到的这么复杂，因此公主和她的侍女在自己的嫁妆中间就带了一些蚕子，带了一些蚕种，在路过，在这个出嫁的队伍浩浩荡荡路过边境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边防的官员对这个整个这个西域的王子的使团做了非常严格的检查，但是唯独呢就是公主的嫁妆他们不检查，因为是尊贵的这个汉帝国王的女儿。那么因此呢，就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中国的这个蚕的种蚕子被汉帝出嫁的公主带到了西域。所以玄奘到西域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丝织业在西域已经发展起来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有关丝织业西传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与这个很类似的藏文有一个文献叫做于田国史，就是记载的于田，今天新疆的和田地区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么其中呢也有一个大致和大唐西域记相似的一段记载，讲的这个汉帝的公主怎么样把蚕种带到了于田。所以于田可以说是这个丝织业、养蚕业向中亚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站、一个据点。20世纪初西方的探险家在新疆到处进行考察探险，那么在于田附近有一个老的遗址，一个古老的遗址叫丹丹乌里克。这个遗址呢有一些壁画被考察学被探险家们发现，其中有一幅壁画画的就是这个汉帝的公主怎么样把蚕种带到西域的故事。所以呢这个大唐西域记、于田国史和丹丹物理课的壁画合在一起，那么告诉我们，虽然不是非常准确，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公主，那么也可能是16国时代这个西域的北凉的西凉的南凉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西域离于田并不很远的地方确实有中国的一些这个我们讲的割据的政权和这个西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个汉帝的公主当然不可能是隋的公主、唐的公主，因为历史文献中间并没有隋和唐把公主嫁到于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和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的这个通婚往来这倒是有的。
这是第一个文献。第二个文献呢，就是东罗马的文献。东罗马的文献呢，也是记载说东罗马啊，也是千方百计的要从中国这个想办法获得蚕种，总是不能成功。那么有一个东罗马的一个商人，他对当时在位的查斯丁尼国王，查斯丁尼国王是公元六世纪的，他说我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养蚕的秘密。那么他呢带着一支商队来到了一个塞琳迪亚 SERINDIA 塞琳迪亚。那么这个地方的人知道怎么样养蚕，那么他从这个地方获得了这个蚕的种子，然后啊，这个把它掩藏起来，那么通过了边境的检查，最后带到了罗马帝国，带到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啊，查斯丁尼皇帝还对他进行了褒奖。这个塞琳迪亚是什么地方？东罗马的史料并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塞琳迪亚可以分成两部分。塞就是希腊罗马文献中间对中国的称谓，塞里斯就是中国。后半截 India。就是印度，因此塞琳迪亚这个地名可以理解成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西域，就是西域。这个地方信佛教，这个地方和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地方的人种和中国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大致在十六国北朝、南北朝时期，甚至在唐初、隋唐、隋代，那么丝绸呢，像接力棒一样，先从中国的内地传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大概今天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再从这个地区传到了西域，大概是今天以和田为中心的地区，再由这个地区传到了东罗马，丝织业传到了这个西方以后，在西方迅速的发展起来，一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法国、意大利那都是西方非常重要的丝织业的中心。所以呢，我们知道从这个唐以后，丝织业就不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行业，从它的起源地古老的西方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讲的这个空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间的有关丝织业的西传这样一个过程。丝织业的西传不但是物种蚕这个物种的西传也是一个行业丝织这种技艺，从纺绸丝到纺织整个这个生产过程的这个生产流程的这个向西的传播。那么我们下面呢讲完了西部，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的北部。我们前面讲到，看看我们草原上的邻居。从北朝到隋唐，中国的以北、华北以北、蒙古草原，它的主人发生了变化，主人变成了
以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为主体的民族统治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讲起突厥这个词来说，那么它有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曾经在北朝到唐代初期啊，在蒙古草原一直到欧亚草原地区建立了那个庞大的突厥汗国的那个民族。那么这个突厥呢，我们把它叫做阿史那突厥，因为他的统治家族是阿史那氏族啊，或者呢我们把它叫做狭义的突厥，起初意义上的突厥。在欧亚草原上使用突厥语的民族，除了阿史那突厥以外，还有很多民族也使用突厥语。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今天散布的西面到巴尔干，东面到西伯利亚的东部蒙古草原以北，南面可以说到了伊朗、伊拉克，可以到伊斯兰世界，这么辽阔的地域，南北可以说几乎有上万公里的地方，都是各种各样的突厥语的民族。那么这样呢，就突厥这个词也有更广泛的意义啊，各种各样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都可以视为广义的突厥的文化。阿史那这个突厥，按照他们自己的传说，他们起源有几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他们起源于北山，今天的阿尔泰山，他们是柔然人的断奴，替柔然打铁的啊。还有的传说说他们起源于今天的唐奴山以北，今天蒙古高原西北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在俄罗斯叫做图瓦共和国，他们起源于那个地方。他们和这个霞喀斯人，也就是柯尔，今天我们柯尔克孜族是近亲，这是另外一个传说。那么他们呢，后来这个阿史那家族和他的近亲十个部落在一起打败了柔然人，他们曾经向柔然求婚，北朝的时候柔然的可汗看不起他，你们是我们的奴隶啊，怎么能向我们求婚呢？结果他们起兵把柔然人打败到了隋代，突厥人控制的地方已经东面到达大兴安岭，西面到西海，也就是到里海的地区啊，东西有万里，五六千公里的地方，非常的辽阔，是草原上的强国，曾经对隋、对唐都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隋的时候，突厥分裂了，这个突厥的可汗，土门可汗的弟弟石典密带领一部分部众统治着今天的中亚，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西突厥。土门可汗自己带着一部分部众统治着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地区，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东突厥。唐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唐太宗把东突厥打败了那么突厥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从蒙古草原迁到内蒙古漠南，甚至有人呢有一部分进入到山西地区定居
这个突厥族的很多贵族变成唐朝重要的军事将领。到了唐高宗以后，这个唐朝在西北地区又打败了西突厥。打败东西突厥对于唐朝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国土是非常非常辽阔的。